伫咧台南新营有一间173栋历史的庆水地庄，业者将收藏的地桶、地具等等上百件文物隆重提出来展览，希望予大家能了解到地米的发展过程，也佮有咱食地文化。桶仔内一包一包的纸包啊，拢是放超过50栋以上的地米，包装看起来无显白，不过包地文化即卖真罕见。台南有一间庆水地庄，创立到今有173栋的历史，然后真侪种茶，特别的是因个保存泡茶的地具，无同时代店面，含日本时代的地桶嘛，搁保留得来。已经100栋啊，而且就是去保存地米啊，因为咱地米上加湿淡。湿淡容，迄个容易变质。算讲伊个阻隔即个空气，啊加潮湿作用足好诶。第项讲台湾的食茶文化有200栋的历史，其中伫日本时代上盖兴，也毋过经过时代演变，引发到即卖人较爱啉咖啡、甲手摘茶，次数就较少人咧啉茶米茶啊。对第六代换店了后，伊变势转型用啉泡茶方式，啥人来认捌台湾的啉茶文化？少年啊，即卖对茶吼。弄卡无趣味，啊！我想讲吼，另外阁创一个茶米加下午茶点心，落去吼，予少年人介意着茶米，啊，介意着茶米了后，卡来啉茶，卡知影讲茶对人的身体健康的好处。遐坐落来开时间泡茶啊，开讲安尼，感觉吼，就是即马若上班无时间，啊，会当用啉泡茶安尼，就是客人带咱出门安尼。地行隆重收藏上百件文物，那亲像一间地壳的博物馆。地行伊嘛拍算开放予人来参观，少数予大家知影地米的发展过程，嘛搁较会当明白地米的价值。记者李尚台南采访报道。